哇就是一个落枕。哇哦，他怎么歪头了？这也太帅了吧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那今天这部影片本来是 CBR150R 的四车影片哦，但大家看到前面的画面就知道了，我们63机车洗车场老板刚签的 HRC 配色 CBR150R 啊，摔掉了，对，被其中一个会员摔掉了，好像是自摔的，但幸好人没有什么大碍，也算是幸运啦。这也提醒一下大家，今天你不管是借车或是租车，在不熟悉路况和车况的情况下，量力而为就好。租车只是一种体验，不是要你去消赔的。不然你这样摔了车要赔钱，自己受一堆伤，还有一堆医药费哦，真的是得不偿失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看一下这台 CBR150R 的残骸，好不好？和看看老板要不要再买一台。那我们就往大柱重机出发 ，Go！ 好，那画面上就是我们的大柱重机啦。如果你有任何维修保养，甚至买车，都可以来这边询问啊。他们真的是蛮专业的，有看纸痕影片应该都知道。那画面上这就是我们的洗车厂老板啊，可怜啊。怎样？开心啊！来看车开心啊！赶快去啊！赶快去看车啊！走啊走啊走啊！摔车摔到疯掉了！又不是我摔的。那、啊、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吗？他说等一下，他等一下，下去了。好啊。哎、欸，这那有一台新的，黑色的。500R 对不对？这有人摔的。不是500R，这个是啊，你的150啊，你摔掉的150啊。啊？真的要？如果那台车那个人卖走，换一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换哪一台 ？RS660。没有啦。操你妈！我车呢？妈了个逼的，我车呢？哇哦！就是一个落枕。哇哦！我他怎么歪头了？很大的落枕。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也太帅了吧！这好杀哦，会撇头的 CBR 是谁？很傲娇。看照片不觉得怎么样？是啊。实车比较震撼。真的。但其实问题不大，就车头部分。哎，油箱好的。都是右边的，左边都没事。他的仪表嘞？他是喷掉了。哦，喷掉了。对啊。他喷不是那个卡榫喷。整颗仪表喷掉。这个断掉，他这个是断掉。整颗仪表断掉。所以他是坏哪里有坏？前面先整流罩，然后风镜、仪表板座，然后他这有个内规板，你都喷掉了吗？这一片。哦，这一片喷掉了，这片也喷掉了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它前面有一个大灯支架，你看到大灯消失了。对啊，它没有大灯消失，然后啊，屁眼是眼神空洞。难怪我觉得它那么傻。长车化，长车化。后照镜做了吗？我靠！他后照镜直接这样摆在这边，整个撞到挤进来，直接穿进来哦、喔。哇塞！人应该还好吧？那个人没事，人没事就、這個、就 OK 了。哎呦，厉害！所以他前叉有歪吗？前叉的话，通常这样子撞歪的几率很大，只是说还是要拆下来做检查、因为他这个状况看起来就是我先垒掉，垒出去以后、撞到东西。对啊，整个车通常如果是垒掉，不会那么。大面积的这样子变形，行车记录器要至少可以还原当时。哦，侧面还是挺完整的。
那车架是好的，车架基本上 OK。哦，因为它变形主要是大灯仪表板座中间这个昂棍的话，它缓冲掉了，那车台在这个后面，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撞击，一般车台是不太容易下壳。我应该把镜头拿过来，然后看看你有逻辑，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看，我觉得我已经没什么感觉。啊，你没什么感觉了？来，请问看到车之后有什么感觉？就很像厂车，对，很帅。没话讲，把老板的话拿来讲，你没梗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我以为会更严重。好像已经算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没有，我以为是整台车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用那样。啊，不用讲啦，我不用那么烦恼，我还管叫客人买去了。哇，这可以当封面哎，这角度好帅。惨了，所以他没有他的料，现在也叫不到。要等。叫是一定叫得到，只是要等。哦，要等。非常久，半年。对。那他这样大概要修多少？还不知道。以他的国外的报价，因为新的车哦，它的料通常都会贵一些，然后再一些产能也不足。哦。那很多东西明年都要涨。哦。然后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哦，这台 CBR150 啊，真的是面目全非啊，只剩那个轮廓还在啦。我统整了一下哦，就是整车的整流罩，包含整个车头、后照镜、大灯支架、三角台、把手、仪表，包含侧边的车壳、排气管外盖跟脚踏都断了。然后这个前叉我估计也是要换的啊，虽然看起来没有怎么样，但撞成这样子，这个前叉还有人敢用吗？老板没办法报出很完整的价格，毕竟车才刚出没多久，连车都缺了，更不要说料件了。啊，我自己研究了一下，这个大概也要修个6万-6-7万以上啦，真的，大家真的是骑车要小心啊，好不好？全台手摔，下一台是要什么车？你还是要做个结论。结论是什么？听他想，好像也不用修了。不用修。换一台车啊！想要看老板买什么车？我想骑什么车？你们跟我讲，好吧？底下留言。结论是什么？没有结论的，人没事就好。对，人没事就好。我们现在人没事就好，车都可以修，可以再买，人没事就好，开开心心的过。